红中央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在做做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工拜到拜五下晡时2点开始到四点，由阮幼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诸位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节目由阮是和董树林定称的啊，咱这个电话由阮是和董树林定称的电话吼，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赶紧继续过来看政治新闻哈。这个两岸政策满意度不如国民党，那么所谓质疑啦，质疑什么人？质疑贾中庭啦。伊讲哦，只应用对家己有利的这个民调啦。哦，伊即马所以，伊完都啊，伫咧算这个贾中庭啦。伊讲哦，你敢那只应用的算呐，对你有利的这个民调啦，哈。啊，我所以啊，拢无咧甲算在内就对个，哈。这是自由时报哦，台北报道。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中国政策，哦，引发着苏贞昌甲贾中庭的过招了，哦，前主席贾中庭的孙安娘日前引用党的这个民调，哦，质疑民进党的这个两岸政策满意度只干那27%了呢，啊，不如国民党的这个35%。那么现任的这个。党主席苏贞昌昨
反击就伫个讲啊啦，哦，食中灵啊，食啊，啊，老细，啊，是老大个老细，啊，啊，只干呐公布部分个即个民调，啊，民调内面啊，佫显示对国民党个即个两岸政策不满，无满意度超过六成，所以，吼，扣五啦，应该是52%啦，伊讲六成啦，哦。那么对这个民进党不满满意度只有40%外，就是48%啦。那么国民党哦，无满意的这个无满意度，管过的什么啊？这个民进党的呢？哦，啊，都反对无满意，出来提来咧讲哩。所以因这政治人物哦，这割刀菜刀，这割刀菜刀乱刀了对了，啊。是安怎讲？因为伊这个政策的什么，改的什么呢？这个无满满意度，哪有什么关系啦？对不对啦？那是恁民进党的呢，对不对啦？啊！伊即卖咧讲政策是，伊唔是咧讲到大陆的政策，你敢知？啊！所以伊即卖咧讲，伊个吼咱。咱的孙阿娘，一挂人民伊阁受灾殃啊，都互因安尼赶来赶去都对了。啊，咱人民就是哦，实在是，啊，实在是有够衰就对了。互因这两党的吼，安尼嘛扣过来扣过去安尼啦，卡袂到就讲咱人民，卡袂到讲咱人民安尼。啊，因拢袂讲因党，拢讲人民就对了，啊，真奇怪，啊。那么所有这个公款哦，等于质疑贾中庭只引用对于家己有利的这个民调啦。贾中庭长主持公布这部表示，哦，民进党的这个两岸政策满意度不如这个国民党啦。啊，这哦，这就是事实啦。安怎事实？你两党啊，有甲这个阿强的交流是啥人？国民党的。对不对啦？等你民进党啊，你是有跟人咧交流啥个？迄人个实质上个嘛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百姓是咧不满的，像咱国民党个，啊，伊毋是对阿强个政策个，是个像咱这个你个这个国民党个马英九，哦，伊个这个迄落治国无能嘛。唔是讲对中共哦，哦，你爱分好清楚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即马大家拢要共拖落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民意都唔是对中共的哦，是对伊这个帝国哦，哦，啊，帝国唔是讲甲这个中共的哦。我甲你讲啦，伊若无迄款的，你家想，伊凭恁民进党的当然。做较侪啊，国民党个平民进党个做较侪啊，对不对啦？你甲看，迄个开放个时阵啊，大陆即个人民来台湾讲个，对不对？啊，佫足侪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迄上做，拢嘛国民党做，迄恁民进党拢要共阻碍呢，都包括即卖个时阵啊，即个服务嘛是共款啊，服务协会你嘛是咧阻挡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！做啥咧做？嘛是国民党咧做。啊，难道伊做甲安尼无功劳吗？你甲我骗过，是毋是安尼？迄个时阵安尼，人民币即马人民币已经会当换呢，对毋对啦？台湾会当有人民币通去换，毋免走去甲大陆个时阵，搁互因遐趁一手啊，对毋对啦？你讲对毋对啦？啊，这着真方便啊！啊，咱要去大陆个时阵，踮咧咱银行。就会当换人民币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就会当去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咁外方便呢？啊，这恁拢唔讲，啊，这是恁民进党说的吗？对不对啦？恁民进党拢咧共阻挡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做这加看新闻的迄落，拢是恁咧共阻挡的啊，啊，到尾无法度啊，哦。人的孙阿娘，即马讲合作的孙阿娘，啊，这个
这个叫做什么潮潮啊？哦，这个时代，这个潮流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恁都无法度，恁唔作讲啊，都点咩咩那唔咩就对了啊。好个拢恁民进党个，啊那歹个时阵啊，拢是人民，拢是国民党个，拢安尼。伊讲哦，面迄个贾中廷啦，哦，伫咧节目中诶时阵呢，广播节目中诶时阵，伊讲诶时阵呢，啊，即个两岸满意度，即个时阵呢，27%，输即个国民党诶35%，对不对？那安尼，咱会使讲诶是主流诶即个民意，哦，伊即个贾中廷咧讲安尼无毋对啊，啊，那安尼伊啊讲安尼，啊，佫啊无够。阿宏讲的安尼才对啦，对不对？恁两党的，啊，搁无法度，你讲民调会拜托的，恁民调是恁两党咧做的呢，啊，剩的呢，剩的啊，恁两党是几个人？啊，恁几个人要代表全2300万人，也这个人民来拜托的，啊，我咧讲就是讲，恁有共识，恁两党有共识，所以恁提出来。过来人民来公道，对不对？看安尼人民有同意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安尼才对啦，啊！安尼才会当讲共识啦。台湾的共识都是安尼，才是台湾的共识啦。什么台湾的共识？啊！恁这两党的是哪尼啊？恁啊霸道啊，是不是安尼是？那么民进党日前公布2014对。对中政策检讨纪要，这份由苏贞昌主导通过这个纪要，引发到贾中廷的这个不满呐。哦，贾的不但的孙啊质疑，和人民无感，并的孙啊呢，伫咧讲党的这个两岸政策无明确啦，啊闹明确，闹明确，要明确哦，要明确到的孙啊呢，我伫讲的，大刀当当都要提掉啦，而且搁一个。搁一个啥物附带迄边啊讲，对不对？民进党的孙阿娘成立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党，对不对？民进党以后的孙阿娘要效忠的孙阿中华民国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要来统一中国，是不是啊？你啊安尼，安尼都明确啊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！你就是点咩啊？你安尼乱，对不对啦？啊！那么遮伊在讲啊，两岸政策，民进党爱检讨啦。啊，本来就是爱检讨啊，对不对？因都安尼卖啦，唔卖啦，啊，佫做了要贵价税哩啦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咧食米粉，伊咧共换烧啦。拢民进党都拢安尼啊，因为安尼讲，伊民进党的即马人讲啥？无市场啊啦，无行情啊啦，对不对啦？你做你家看啦。民进党哪有什么行情？伊就踮咧台湾会当安尼乱，会当迄款的人尔。啊，你想，伊敢去甲中国讲，哎，安怎老大个，是毋是安尼？来甲伊拼一个，甲伊好打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去嘛是看人讲红烧头无啊？因遮民进党个啊，即嘛就是安尼啊。啊，遮县市长个，遮头头啊都过去啊，对毋对啦？我有讲过啊，借着什么城市的这个交流啦，我想要什么啊，干结这个姊妹啊城啦，啊姊妹啊市啦，会拜托的，哎、欸，恁是要独立，要咧个人的孙安尼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个人咧在结什么姊妹啊市哦，啊，拜托的，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恁民进党的讲一套，做个一套啦，知影无？阿宏哦。看到到底就足袂爽快，哈、啊！那么苏贞昌昨昏接受中央广播电台专访呢，对外界。而这个评论民进党这份的这个纪要进展有限，相对保守。苏贞昌伊在讲啦，无同意这种的这个看法啦，吼、哦。
苏秦相公伊无同意这种的这个看法啦，只是哦，有一挂特定的这个媒体哦，或者是讲记者哦，下这个评论呐，哦，伊伫个讲啦，民进党对中的这个政策检讨哦，开了足侪足长的这个时间讨论呐，并不是讲哦，严谨伊的这个结果啦，严谨啦吼，伊这个结果啦，一般哦，评论者吼无详细。看内容啦，什么内容？但咱就看，咱就看伊什么内容啦。都卖去加迄落嘛，我就讲过啊啦，啊。那么，被升级两岸政策，是毋是讲为2016年的时阵中等执政，而且咧最后一里路啦，苏贞昌回应伫个讲啦，毋是啦，吼。伊表示讲哦，有人想要将人民行动选输，吼、哦，只怪罪第两岸这个问题啦，啊，啊，这甲迄个都无同款啦，因为恁都要独立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恁较早都选赢，恁要独立选赢，安怎讲？无阿扁安尼做总统，搁做两任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哈、啊，恁要独立的都去选赢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但是算选举。所有真侪问题啦，啊，对中政策唔是唯一的啦，嘛无一定是上界重要的这个问题啦，啊，啊，恁都寄生在中华民国的选举啊，啊，即马才过来批评，啊，什么咧迄落啊，对不对啦？好，来，拢讲到这结束，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。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